双腿是第一个，就好像你们读英文那个曲线，第一个曲线，第一个攻击攻击型，那攻击型它可以在上面，在这个攻击型上面载载好多种学理在上头。好，啊，第二个攻击型大概就是矛，第一个攻击型是这个，第二个攻击型。那为什么选这两个？因为这两个比较典型，一个攻跟矛。那个不一样。那我习惯，我常用的是马，我其实比较不常用弓，所以你看我进去这个都是马，这其实都不是弓箭步的弓，弓箭步就是这样子的话，它大部分都是走马，我喜欢走，我是马步弓步，不是弓步弓步。那为什么走弓步呢？因为弓步是最快的，如果这个弓步的速度都不够快。没有一招会快，快不公路，所以公路是最快的。你慢慢去思考你的所有的状况，公路最快。公路是设计的往前走，它一开始重心就在前头了嘛，你看重心都在中间嘛，偏后嘛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因为公路是在前嘛，所以公路是最快的攻击型。如果公路不够快的话，那代表其他的步都不会快。所以学那个装步啊、哦，你学那个装步。装步本身的意义，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在控制重心，在控制重心是吧？因为画很地方。好，那我这一面进去不好进去怎么办？那我可能就怎么样？我转一个趋势进去啊。那转这个趋势进去的时候，我光不会跑到这边，是就跑到这里来，就跑到这里了。好，对不对？那我就重心，因为我选择一个装来改变我的重心。那我这样的话就会把我往这边逼嘛，啊，因为他看起来他往这边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会就从那过来，过来。可是呢，你看啊，你从底下看，都是漏洞。从眼睛从上面看，没能看到漏洞，那你从底下看，都是漏洞。所以做对打的时候，我对打的时候，我如果对打突然唰就这样，就这样让他勾上来啊。假勾，让它勾上来，没有看有重心不稳的话，那勾上来，我就放假了。它底下板全是空的，所以每个桩它其实都有它背后意义的。它像那个重心都有背后意义，那都有代表它的攻击防御的意义在。那很多人对打的习惯是这样，看到？在趋势，是吧？很多人对打在趋势啊，你看过没？你看过没？太久就在趋势了，你知道？很多人喜欢在趋势，你不能在趋势，我就在趋势了。哇！啊！啊！趋势！哇！他一直在趋势了，你看他一直在趋势了，有的也是在趋势。那我们公主在什么事？你公主在什么事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是公布啊。公布只是你学习的过程。你打到成熟，你会找出一个。不一定是功夫，那现在教练就是功夫了。嗯，功夫是功夫啊。他就是功夫，他是功夫的功底选手。那我就不是功夫选手，因为每个人体型不一样，他会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功夫法。所以我对打，他你看我对打。对对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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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样子不干净，那你们只干净，做手脚，他把后面你再缩小，他把后面缩到最小。